去年三月的时候，感觉我的脚非常的那个疼痛，不能够自己站起来。我也曾经去看过医生啊，发现里面有那个关节炎，还有那个骨刺。那么他也配了一些药方给我，一个多月后也没有觉得改善，然后他疼痛还在。后来我就听朋友就介绍他这里扩针啊，他就好了。那么我就抱着这个希望啊，我就去尝试，反正这个产品也不是很贵。三个月后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就那些痛就消失了，可以自己慢慢扶起来。我的孩子他们要去滑雪，吃了立骨筋以后，那么我的脚已经可以不痛了嘛，所以我也是去滑雪了。